Hello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潮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潮哥白。OK， 上次呢，我们是不是找到的一个窍池？我们历经了大概蛮久一段时间，终于找到了中介城堡，有船的中介城堡。没错。然后顺利的找到了窍池。嗯，那但是这边我要给大家看一下我的物品栏。哦，我也想看，我要怎么看呢？好，我你要怎么看呢？你要怎么？OK。就是上一次呢，我们结束之后呢，我们还是要再找一个窍池，因为我们有两个人嘛。嗯，我就再去找了一次城堡，然后找了好久好久呢，终于又找到一个有船的中介城堡。然后我拿到了窍翅，还有蛮多装备的，其中有两三件修补的装备，其实还算是相当不错。嗯，我们来去箱子里面来分赃一下，来分赃一下。先给你这个窍翅哦，好耶！我记得我们先讲重点好了，就是我们有捡到几个比较强力的装备，就是有着修补的那些防具。嗯，像是我有捡到修补的铁铲。然后我印象我们上次又拿到一个也是有着修补的钻石铲，对对对对对，我这边还有一个修补的钻石的护腿，然后跟一些都是一些钻石装，但是他们没有修补。我也有一个，你有这边哦，而且它的附带属性超好，有轻盈四跟保护三。对啊，还不错耶。那这一集呢，我们就是准备要直接把窍翅使用在我们的游戏上面，直接装上去。我有个小小的问题。嘿，请说。那你身上的那个窍翅的耐久度是够的吗？讲到这个的话，就问到一个重点，就是我们现在都还没有用过，现在是满的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你去找第二个窍翅，你也是电方块吗？没错。哦，君南，太厉害了吧！好哦，因为我完全就想说，就是要等到我们两个都找到窍池之后一起飞吗？我们再一起，对，哦，我们再一起用它，所以我就没有在中介中使用。那么我们有烟火吗？我们现在没有烟火，因为烟火是要用做的嘛，但是烟火的材料呢，我们倒是有一些哦。烟火的材料主要是火药粉跟纸嘛，对不对？但是火药粉大家都知道我们爆多，超级爆多。看一下这边。应该有吧？哇，吓我一大跳！吓死！不要打脸我，我来看一下。还不错啊，蛮多的耶。应该还可以，主要是虽然没有到什么，可能没有到很多组，但是要考虑到我们窍翅现在还没有修补的状态下，也不是能用的非常久。这边要提一下，我们的窍翅是没有修补的。对。纯白的哦，全新。我们用完就直接啪就消失了。哦，我还以为你说我们要直接把它用到它坏掉，不行，不行哦，不行哦，应该是用到坏掉它只会啪消失，对吧？它会变成不能用的状态，然后就不能飞了。哦，它哦，但是它不会消失是吗？嗯嗯嗯，这时候再还可以再把它附魔成修补，然后我们再修它吗？可以，那就还好。那我们用到坏掉，那倒是还好，用到坏掉还是可以救得回来。OK， 那我们既然要用窍翅来实战的话。我就想说我们可以去找一个地形。什么地形？就是粘土大陆哦，硬粘土那个现在叫陶土哦，现在叫陶土，对，好麻烦哦。我都习惯叫他们粘土。然后顺便要提一下，我后来有再一次去攻略那个中介城堡，对不对？然后又拿到很多那个介符壳。哦，介符壳在哪里？在我身上，所以加你的。我猜，给我猜。好，你又攻略了几个城啊？加我们那一次是两次哦，那应该有20个。有哦，有20个哦，那有10个介符盒耶，超棒的。你已经猜对，我们有21个，那这样子可以过10个。这么准啊。我们上次最后呢有把城堡的那个龙头打下来，有船就会有龙头，对。然后现在在我身上有2个，因为我找到了2次都是有船的，所以我想要两个龙首，我就觉得可以这样放。你要做什么？这样，哦，然后这边再放一个，好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我先这样放，毕竟是他的蛋嘛，就先让他这样子，让他们看守一下我们的蛋。OK， 好啊，好啊，照理说是他们的蛋，不是我们的蛋。对，他们的蛋。的蛋好。哦，我突然想到一件事，我还在用石镐呢。啊，我要拿铁镐。我们还是要做一下一般的罗盘，我现在身上只有磁石罗盘。
一般的罗盘要不要做两个？好啊。然后我想到一件事，我的等级消失了，这是一个 bug， 得到一点经验值，那就会复原了、啊。有，这边有，这边有考马铃薯。好，那我拿起来，就有了，58级。OK， 好，现在我们拥有指向我们家的针了。嗯，这样子回来的时候，不管跑多远都可以回来。好，我还真的蛮怕那个，我们会卡死在那个，应该不是我们，应该是只有我会用翘翅，然后卡在方块上，然后就死掉了。话说你知道教室的起飞以前有改过吗？嗯，以前是在往上跳，然后在降落的时候按空白键才会滑行，就才可以飞。嗯，你现在你只要连按两下空白键就可以直接飞了。诶，真的诶。嗯，会变好飞了哦，所以不会撞了，不用担心。哦，不会撞了吗？ OK， 比较不会撞了。比较不会撞，但还是会撞到。比较好起飞。OK，啊，对，我们要找到，但是我们要怎么知道以后要怎么去那个地方呢？我们是不是需要那个？哦，对耶，要再做一个磁石吗？对，我们要再弄一个磁石。我印象我们的材料是不是不够、应该是不够的。还是我现在有一个办法，我现在飞过去祭坛那边，然后把我们那个磁石拔下来用。哇，怎么办？那要拔吗？拔拔拔拔。好吧，那就拔吧。我现在飞过去拔，挖到磁石了。OK， 我现在要最快回家的方式是不是就是进入中介，然后再跳回去？哦，对，好，我要进去咯。好，来，有了，哎呀，超哥瞬间生成啊！哈哈哈，轮到你了。我现在带回来的磁石，好诶、我对这个方向还蛮好奇的。这边是南方，对，这边是南方。好啊，好，够够咯，够。看有没有？纳尼，我起飞了，怎么了？我想说我们倒数，然后看一下我们起飞会不会有延迟。有道理。好，来看一下，让大家知道伺服器多延迟吗？来哦，一二三，开始。没有，结果我没有飞成功。那我们这样撞会有伤害吗？你说在空中互撞吗？对啊，我还真的没有试过两个人在空中互撞。好，我撞你喽。好，来，我飞得很慢。好像没事。你直接穿越吗？没事。没有没有，我是直接穿过。那我要撞你，我撞你！哎呀，你好像没撞到。好，我来，我来，我从后面撞你。来来，你对，你就水平飞，预备备。真的没事。我这边是看你好像完全没撞到。对，我刚才看你也是。哦，海底神殿，我们正南方有海底神殿。好，记起来，记起来，我们往正南飞会有一座海底神殿。对。但是你们知道修补的话呢，修补是不能透过附魔台直接附到的哦，修补可以透过那种中介城堡里面那一种宝藏箱才有机会拿到。对对对，就比较好的箱子才有机会，还有跟村民交易。嗯，我觉得有关修补村民这一回事就是我们下一集的课题哦。我们要先想办法把翘翅弄出修补这个附魔出来。嗯，等一下，我的翘翅已经过半了。什么要回头了吗？没有没有，继续往前，继续往前，大不了我们用走的回来，我们有那个我们有罗盘。哦，有道理。大家还记得我们的，就是我们家直接盖在地图的原始重生点，所以我们可以用罗盘直接回去，超方便的。刚才有看到女巫小屋正南方有女巫小屋。我的翘翅快坏了，我的翘翅剩三分之一了。我们这一集是不是飞到那个翘翅坏掉，然后就回家？对，我就直接结束。天哪，我突然想起我们在早期的版本里面真的要找那个硬岩土地形，哇，找翻天，真的很不容易出现。我觉得我先降落好了，它真的要坏了。好，那我降落。好，你就继续往南走，那我在海边等你。好，现场打个原木好了。我们要坐船继续往南吗？回家还是继续往南呢？我们好问题哦，再往南一下下吗？万一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一集就到这里回家的话，我们会被观众打。你知道那个叫什么矿工理论？我们快要挖到那个钻石了 ，OK 吧？好，继续找，继续找。OK， 那我来坐个船。好，好，船靠在我后面吗？哎呦，在我后面呢。没错，两只蟑螂。我觉得现在的那个寻找一个东西的难易度是这样。排名第一的是有船的中介城堡，然后再来是陶土大陆，最后是地狱堡垒，现在是这样。所以我们之前那样找堡垒遗迹找半天还找不到是很稀奇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某一方面是很稀奇。这是真的，它其实不应该那么难找。我们可以说我们非常幸运。
哇，这地形真的不错看耶。想盖家了吗？盖了，想盖了。其实我的原位生存里面呢、啊，我还没有盖过一种东西，就是那种超远距离的铁轨。哦，你说接到这边哦？对，在主世界盖一种超远距离的跨海铁轨。刚好这边是那个一直线的，有没有？因为我们一直往那个正南走。对呀、啊。好哎，超远距离铁轨，跨海的那种，其实可以哦。其实真的可以哦。原本只是简单想找个那个套路大陆，结果居然我会不会之后就是盖那个跨海铁轨？有可能哦。有一个那个耶，那个沉船啊，在冰封底下的沉船，铁达尼号的概念啊。要下去看一下吗？搞不好有修补哦。没有，有只有藏宝图，然后我拿到一个罗盘，它应该还有其他的箱子啦，我们就不冒险了。我刚刚想到一个问题，嗯。就我们刚刚不是有在聊那个跨海大桥吗？对啊，我们见到那个地形，我们花费大老远的距离跟时间去建那个大桥，然后接到那边去，这样有什么好处吗？嗯，就是拽，OK， 酷，有酷就可以了 ，OK， 酷，哎，好酷就可以了。如果我们的翅膀有修补的话，那确实是不用的啦。如果我现在就找到陶土大陆，那我就盖。哇，祭品欸，祭品文，大家你赶快让我找到吧。草草找到的话，草草就要盖哦，是草草盖哦。我在旁边监工。哦，你在旁边监工吗？ OK， 负责出一张嘴看你盖。如果真的走过这山木林，真的有陶土大陆的话， 我真的就盖。盖什么？跨海大桥，直接跨到那边去。好，直接跨到硬化粘土地形吗？没错，如果真的有的话。好，如果真的有的话，我会直接吓到，我会直接吓死。哇，你吓死我们系列就结束了。OK， 算了，当我没说。到底在说什么？穿过这一片大陆，如果到海都没有的话，草草就得救了。你说现在在到海吗？在到海边，然后都没有的话，对，就是穿过这一片陆地。好好好。如果穿过这一片陆地之前就真的有的话，或是放眼望去有看到的话，草草就要盖。我就直接盖。我直接立马盖。这图不要有。不想出现的吗？现在有点太远。这个大陆真的蛮大的耶。啊，我还专程带了铁镐出来，结果一颗方块都没挖到。我希望他等一下也不要挖到。哇，真是蛮远的哦。要盖的话真的会盖到崩溃。没有啦，我看到海了，我看到海了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有的。我刚才说放眼望去只要有哦，所以如果在海边看到对岸有硬粘土大陆，草草就要盖了。我好期待呀、啊！okay. 拜托给个硬粘土大陆吧。哎，看不到尽头哎。我们刚刚不是只说穿过那个山木林吗？怎么变成大陆尽头了？而且当你讲说我们跨过这一片大陆的时候，发现就一直看不到海。对，看不到尽头。好啦，真的好像没有尽头耶。那你们再走走看。好，翻过这个山头，我好像看到尽头了，吓你一大跳吧。我以为你要讲我好像看到陶土大陆。吓死。我们要相信那个挖矿理论，应该快了。我就记得很难找啊，真的看不到尽头哎，怎么突然就看不到尽头了？他就是存心要让你找到，你知道吗，潮潮？这几个啦，感觉有几千个，应该有哦。又是一个黑森林哎，我们感觉要先到这边哎，我们再走下去的话，我们回去的路会走很远哦，对，无限远哦。我们走超久了，大家，我不知道影片剪出来会是多长啦，可是我们其实走了超级久。那我们要先决定等一下卡掉之后我们要继续往下走还是回家。回家、哦、要回家了，要放弃了吗？找到的话我就要盖跨海大桥，不要闹了。那我们下一集就想办法生一个修补村民出来，对吗？是的。好的。